这边快来看一下圣诞节即将上架三款新时装，首先是聂希的商城紫皮，这款时装和聂希以往几款时装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更像是品质稍高一些蓝皮。要说比较独特的地方，可能就是手珠变成了圣诞拐杖。另外和以往的几款紫皮的三视图相比，右手这边多出铃铛也不知道有何作用呢？也不知道是不是仅仅只是摆设，还是说是时装额外的装饰品呢？时装本身的设计比较朴素单调，至于亮点的话，可能就是腰间部位那个悬挂着半漏斗状的星星瓶了。也不知道小伙伴们给这款时装打几分呢？然后是约瑟夫的蓝皮，服饰上的话像是那种里约仪仗队的打扮，其中比较吸引我的是头顶上的小帽子，就像燕尾那款时装眼镜一样，这种小细节的装饰还是蛮讨人喜欢的。最后的话还有一款空中学者的圣诞装，多了一些圣诞元素的点缀。其次的话是三视图这边的肩膀处的蝴蝶，虽然在时装展示界面这边并没有看到蝴蝶，但进入游戏后静止不动时是可以看到的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